来快点吃。吃了番茄啊，叫你早一点起来，要不听。走了走了，吃饱了是吧？啊，走。孩子到学校了哦，你们听老师话哦哈。爸爸去买菜了哦哈，拜拜。买几个佛手柑？这种花条，我就整了这个。这个番茄怎么卖？番茄。买了点鸡肉，买了点肝回家吃。哎，媳妇在这里。媳妇，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跑完步啊，休息啊。哦，我刚刚买完菜。买牛奶给老五喝。啊、哦，那我回去做饭喽、哦，媳妇。你先回去啊。啊、哦，做饭喽。这个排好难，这个排好难吃。孩子啊，帮妈妈手洗一下那个衣服啊！我现在切完了，就可以炒菜吃饭了。你快点帮一下妈妈手一起。我知道了。弟弟还没有回来的？不知道。在楼房啊？不知道。洗干净一点哦。嗯。我先不洗这个衣服了，我先去幼儿园接他们回来先。你先炒菜哦，等我回来再吃饭哦。我现在去幼儿园接老三老四回来啊。那你不是下午才去接吗？刚才老师说叫我现在去啊，他说待会睡觉了，他们还没有睡醒啊。我现在去接了。嗯，好的，那我炒好菜等你回来吃饭哦，媳妇。弟弟，加一点鸡素给我炒这个鸡肉。孩子，把那个碗洗干净，马上可以吃饭了。哎，媳妇回来了，拿这么多东西给？拿了两箱这个番薯啊。哦，拿了番薯是吗？可以吃饭了，媳妇。孩子，肚子饿吗？我在学校吃的。学校吃掉了是吧？妹，吃了没有，妹妹？吃了啊。哦。好，做饭再吃一点哈。有啊。好，行了。媳妇挤好了，吃饭了。这个是蜜薯啊，高原蜜薯。我今晚蒸一点给小孩吃。他不吃。哎。干嘛？中饭呢？你这里。嗯，不要翻这个菜。捞干嘛呢？那个渣。捞怎么捞？我那里几根。太硬了，这个腐肉。我再拿那个。我那大红这个好吃。
早上你吃什么那么饱？吃霸王粥还有两个包子。你吃了没有？吃了，饱。吃了两个包。你好呢？经常吃烤鸭也不好，没有营养。我只吃过一次哎，再一次。要吃新鲜蔬菜，新鲜水果。那他喜欢吃这个包的。这个鸡翅有点硬啊，这一次我削削这个很厚的，你这个皮好硬啊，他们吃不了。肉翻，老干人啊，老嫩咯。这是你的衣服啊。